知道那口号吗？不知道啊。然后咱们的口号就给点吃的吧。好，来，好不好？拍手啊！拍手的节奏是大大大大大，给点吃的吧。还真不齐，再来啊！大大大大大，给点吃的吧。给点吃的吧。到了啊，到了。这是一间小黑屋。你们谁要跟我进小黑屋？走啊！就是您喜欢一个人的方式是什么？给他买好吃的呀。那得用动作表现出来。行，动作，来来来来来。什么？来。嘿，右门。嘿，my homie。右门。哎。好家伙。呵。那我出去了啊。行，您外头要饭去。好嘞。对不对？你干什么呢？你这是啊？这明白了吗？不是里边他怎么了？他怎么出来这样了？什么玩意儿？啊啊！师傅，坐这儿。哎，我错了。错在哪儿了？哪儿都错了。那你说吧，先说出前十点来。我不应该这么笨。那不怨你，也不算。我也不知道了。怎么好像我很可怕的样子啊？问你个问题啊，哎，比如说你有一个朋友，朋友交往得对人家好啊，对啊，你一般来说对别人好都是用什么技术手段？说话特别温柔，还特别爱跟人比心。比心我可知道，哎呀，因为心脏嘛，让啪啪啪，不是，这样，小心呐。啊，对，有时候这样，有时候一高兴就这样。这不，哦，这不是大绵羊吗？俩鸡子。哦，这个看着。挺单纯的啊，有没有说跟人夸一这样就啪给一大嘴巴哈？没有没有，不跟人好吗？这是代表着好啊。对对，嗨，我还以为谁跟我这样是借钱呢，像不像啊？不是啊，不是。好，记住你对人好的方式。你是打东北来的，闯荡上海滩。对，曾经有一个人在你初到此地的时候，对你帮助很大，你看看他是谁。想起来了吧，栾哥，这图P的也太假了，这图。我能跟栾哥这勾肩搭背的吗？这不疯了吗？这不呀？也不见得不行，挺好的啊。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去保护他。哦。另外呢，这儿有三把扇子，如果扇子丢了，就把你的名字留下来，带着你小二的光环回到你的东北。但是还没满一年呢，不着急，那可不要紧，这就摘了，没事，摘着玩，不要紧啊。收拾东西，到车下面去等我。好嘞，爸，快坐。哎，这个地名叫横店，好地方。为了看看你，我把全组人都拉到这里来了。他们可能不愿意看我，也就您想看我。明天我准备带着这100多人到你们那个组里去探班。千万别去，给你们那个导演来个下马威。我拉一车饮料、水果卸了现场，我让他吃。好家伙，吃完不让拍啊！让他对我儿子好一些。我已经挺好的了，是吧？啊，什么时候回家？我得国庆节之后。好，你要再不回家，你弟弟都快结婚了。我也走的时间太长了，这个戏。这个回家之后，请回到家里来住，不要住到你自己那里啊。行，具体咱们这房费是怎么付的？这是要交月钱了。对对对，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。他们都说我儿子可挣钱了。没有啊，自媒体都说啊，自打疫情开始，你接了好多节目和戏，一个人养活德云社，你一分钱都没给我拿来过啊。哎呀，这德云社哪用我养活呀？您一人就养活。行，那你给一半得了。我这只是夸你还不行。我儿子拿钱不当钱啊，当命。嗨，这个有小问题要问你，
比如说你跟朋友们之间交往，你觉得是怎么能表现出来我对你好？可能就是说那个诚心的爱挤兑他。哦，哎，这是我对好朋友这么一个态度。这也可以理解，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是，行啊，这有一个信封，你打开瞧瞧吧。哎呦，哎呦，他们说是 P 的，我都不相信。我这绝对是 P， 我有这么长鬓角吗？你看，小的时候啊，小的时候这样。你旁边那个宠物，你看，这是番邦进贡的怪兽啊，这是张鹤伦。张鹤伦，这是。嗯，这个里边有一个故事。想当年，你背井离乡闯荡上海滩，你得到了一个贵人的支持，他多少次为了你豁出了自己的脸面尊严，所以到后来他没有脸面，没有尊严，习惯了，是，所以他对你啊可以说有救命之恩。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事，就是在这个上海滩里面，你要找到他，并且你要暗中保护他。这里呢有三把扇子，这个麒麟扇子是可以替代云鹤九霄任意把。嗯，你那两把可以去换任何的，云鹤九霄都可以换。哦，啊，如果这扇子丢了的话，名字都得留下，以后你就不能叫郭麒麟了，你就叫于谦了，知道吗？我靠，不一样，这不一样。那以后一喊儿子于谦，我眼泪都得下来，多难受。我怎么成老大了啊？那好吧，行，都记住了吗？我记住了吧。好嘞，到车下去等我。好嘞，这个东西呢，就让它石沉大海上，这个秘密盖上，行，没人看。来，这是那个司机师傅到了。你这个扇子怎么办？嗯，啊，搁脚底下。嘿，太好了，搁在簸箕这儿。你这，你说，这不就得一把了吗？你看，你这，你稀里糊涂，你不是，不是别，在里面怎么玩啊？走走走，老秦，骑着走，我带你们去看看这个我在洋人那儿得的新玩意儿啊。我有点心疼老秦。秦浩啊。这确实感觉不太好登，没事儿，一倒一替的啊。后天是你，哦，后天行，没了。这个一看就是专业的，真是登车的。他那个亿万家产都是这么登来的。你看，你想啊，他登一趟，他能挣一块钱。可以站起来登，没劲儿了，我这。行，这个其实跟蹦迪道理是一样，对对，它都一样，动感单车，这个动感单车没问题。老秦，这大长腿不骑三轮可惜了，那错不了。嗯，都刹车了该，到了。我先说几句啊，这个武器来之不易，这是咱们会长啊，托人弄呛从海外洋人手里买回来的。嗯。是近一两年之内由专家研制出来，没有研究出，已经出了研究出来。